来看台南哦，环保局将这个废弃的家具甲回收整理了后，是未干的下下叫。十年来，台市政府赚超过1500万。三月开始，个设网站哦，和平将更加方便，会当上网来买。啊，不过其中这个新诺基伊纳的服务哦，煞是引起着批评。市政府讲，即马要阁检讨做法。师傅把旧的学生坐椅子重新切割，准备要做做细料椅子。另外，民众单调的大型家具，经过师傅的手，经济整修了后，冒新的生命。这是号名叫做台南市环保局的长颈阁，每个月定期扫出二手家具拍卖会，吸引民众来买。利用我们所收回来的一些家具，那有些家具呢，它的这个木头哈木材是比较就是说是很好，但是没办法完成所谓的承建的一些家具来提供给所有的市民朋友，所以我们就取它珍贵的一个木材，然后再经由创作部分，然后再把它做出好的家具跟成品。台南市环保局统计，再生家具平均每个月会当卖出110件，十年来已经替市库入销超过1500万，而且对这个月开始，环保局更加人气真好卖商品，放去网络，民众只要透过网络就当买到。现在有网购的话比较方便。就可以就是上网购嘛，就不用跑很远的地方过来这边买。不过环保局上新推出的过目椅子服务，每一个只要230块，所后去椅子的业者私底下批评破坏行情，甲民众烧钱。业者认为环保局会当甲过目的废料，这就是椅子大小来卖，不过无应该甲指定的业者合作签名，失去环保局的本分。对此，市府表示，这法引起争议，会搁再严厉检讨。记者台南综合报道。